好，玩具熊好可爱。接下来还有电影来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哦。现在呢，其实讲到退休年龄不断往后延，要到65岁才能享清福。不过美国这个小女孩，她今年才6岁，根本还没长大就宣布退休了，怎么回事？带您看看。浓妆艳抹，全身亮片劲装，小女孩劲歌热舞的卖力表演。她是全美国最火红的6岁选美小皇后伊登伍兹。Oh my gosh, she was so adorable. 今年才6岁大，却已经有5年的选美经验，夺下的大大小小总共300个后冠，挤满房间，创下儿童选美纪录。不过平均一年要参加60场比赛，还真难为了她。现在伊登宣布要退休了，不过却不是裸退，回归正常的童年生活，反而是继续投入更多的演艺事业。Why not see if we can't have a Hollywood contract, a reality show, or whatever, you know?A spot on a Disney program. 新妈的野心还真大。其实伊登本来就已经有选美实境秀，甚至出了唱片。现在小小伊登的王国越来越大，不只拥有床铺系列商品，还有自己的娃娃。就算大字还不是几个，也硬是出了一本回忆录。Tell her what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. A superstar.新妈兼经纪人在电视上受访时，坐在一旁的伊登臭着一张脸，但就算累到爆，今年才6岁的女娃还是很敬业。不过上电视节目表演时，主持人个个给予批判眼光，认为根本是剥削女童，也引发小女孩急速成人化的反弹声浪。中天新闻卢玉涵综合报道。